在图书馆服务。那今天想要提个案是关于这个公民协作二二八资料。那我想二二八事件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哈。那我们目前都是把和答案学合作一个计划，想要建一个二二八资料库，那希望能够开放这些档案，让关心二二八的人使用查询。那我们目前有大概12000件的档案影像，然后大概是57000页。那因为我们的辩护的资料是比较少，大概就是说有一个档案的来源机关，然后案名、案由、时间等等啊。那主题的部分分析的比较少。那大家刚有看到前面的一张图哈，是档案的长状况哈，就是大部分是手写，因为那个档案大家都70年前，所以大家手写这张算是好的哈。但有的就是毛笔字，然后就修改的很混乱这样子。那我们因为要标注这些主题的资料会花很多人力，那想说，因为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机器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然后快速的把这些资料可以分析完，让这个东西比较好，容易被抢到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要在思考说那我们是用打字的方式把它打一打，然后变成全文化好查，还是花人力去下 metadata， 这样是比较经济。所以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提案只是一个实验性的想法，那想听听有兴趣的人的意见和有技术能力的人意见，看能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比较好完成我们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或技术。那我补充一下，就是那天我跟国史馆馆长聊到，他说因为国史馆毕竟是政府单位，它是需要有一个官方的嘛，但是它可以给个 permission， 是切开一个 playground， 就是那边大家可以公民自己下 tag， 或是你愿意接 API 来做 OCR， 可能只有20%，但是大家就可以开始去校正，或是你想要加 annotation， 那边就是看大家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 metadata 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个档案馆让这个 metadata 是由公民一起来看，因为大家馆长跟国史馆人都知道，大家很想要看228的资料。可是实际上就是28知道人力不够，没有办法整理。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透过群众协作的方式去整理这批资料，可以大家下 tag 或 annotation。 那未来这些下过 annotation 的历史档案资料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机器的学习。馆长讲就我觉得很有智慧的话，要叫电脑帮你做事之前，你要先帮电脑做很多事情。光是冲了这句话，我觉得技术人就可以来讨论如果要做这样的资料库，要 open data， 然后要让公民可以下 annotation， 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好，那我其实还有带了一些几张，就是状况更不好的一些答案给大家看，所以有兴趣的人欢迎来找我，谢谢。